喵，喵啊！这波就是令邱某落实国书，盛赞妖怪发性论。伊向本王表示，中土并无立佛经，但是慧远大师竟然会当靠自身的修持，领悟出涅槃相助之理，非常殊胜。如此一来，本王心中的忧患，总算也找到适合的人选了，实在是赞叹姻缘啊！大王，请问是什么大事？莫非与师父有关吗？非但是有关，而且是有请。来人，将大弟道论听上。是。中秋菩萨的中观师兄，而且是作为论说《大品钵坛经》的大圣度者。正是。这部大论是国师上新的译作，总数有100卷之谱啊。本王为着和书学者会当疏通义理，所以四处请人撰写序言，以重申龙树菩萨的本意。但是古经贤书尽所提示，不敢落笔啊！阿弥陀佛，这也难怪，毕竟龙树菩萨人人敬仰，中观师兄巍巍广大，佛祖佛理浩浩高深，无论是任何人接到圣托，肯定拢会屈服啊。确实，所以国师师父已经推举慧远大师来做事，本王也万分肯定大师会当承担这个重任，所以本王会亲自请托，才罗凡丹用法师连同大弟道论做会带回庐山。现在，大王，并肩一定会将尊贵的大圣入殿，完好无损，带回庐山，敬献在师父的面前啊！那呢，万师就拜托了，本王会在长安等候大师的佳作。阿弥陀佛。慧远法师，有劳你为剑来一回啊！何将军，唔知影将军今日有何贵事，还要我将特别为西林寺赶来啊？唔敢讲是贵事，但确实是一件大事。所以想要做伙请教，李天锡都按做海李为高徒，当时也是庐山的高僧代表啊。将军，你调母繁忙，就请直率母皇啊。好，相信大家拢知影，
当今天下是礼俗败坏，所以恢复儒教的上礼精神是非常重要啊。您讲是？确实如此啊，这也是佛教努力的目标，希望借着弘扬戒法，教导因果来达成依方依效的效果啊。也不过，您可曾想过，林金莲本身就是那个上大的迫害者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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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完全受不通啊！是啊，将军，金莲付出不成功，奉献不救命，如今实在是未明白，为什么会冠上这种罪名？因为金莲拢是偏袒右肩啊，完全违背传统祖尊右边的礼法。您看您家己平时也无偏袒右肩啊，唔就是自己也未认同偏袒的行为吗？将军啊，错了。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偏袒，敢那应该用在特殊的场景啊！偏袒有见，表里敬，师尊佛前。心欢声平时不为下伤情，就算偏袒是使用在特殊的状况，那呢为什么按选择正平呢？将军，当然是因为天地的文化甲中土不同啊，也请求祖师妙清净啊，又要把他三叉行转风风铃，确实天地是总有为准啊。是啊，佛教原本就是遵循天地的礼法啊。就算如此，但这是中土，佛教是外来客，本来就爱配合在地规矩，偏袒就是裸露形体，荒唐不堪啊。将军啊，你是不是错将贪腐杀母，一路行动，看作是当一类啊？当天多利。心落体情难堪，沙门表情已偏袒，岂可比雷魂一旦？这好啊，就算有所不同，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别。贪腐讲到底，正是中土的礼制啊。既然将军最推崇儒家，那安尼，你敢在礼仪当中
其实马扎都贪腐的累赘哟，累去单江东京的贪为爱钱比较好意啊，送花的心替花蜜，中都扎断破门气。将军啊，连孔圣先贤拢讲，贪腐是表示恭敬心意，你凡事反对到底是？我，哼，早就听闻会官法事，精通儒释道，确实是跨分远谱。好。就算您硬的反对贪腐的缺点，也不过您敢讲得出一点仔好处啊？这，较简单。既然有是好，做是凶，那安尼偏袒又奸，自然好处多啊！好结情，上清净。表示不下行，善恶明，贵幽明，正念自然生。地路行，顺境行，处事无逆境，左右行，如下情。成就智慧精，现在将军，阮回应你所讲的四个缺点，又搁讲出四个优点，唔知你是不是也搁有别的问题啊？你。虽然在理想，我输啊，也不过在心内，我依然不好。哼，恁就是凭借着四座一百岁支持，所以才敢不敬风传。哼，咱山水又相逢，来人，随我下山。万行无上，阿弥陀佛。这几年来，你在上帝奉还，实在是辛苦你了。过江开封，可生担。落树红，花共酸，叫我边边情动乱，情相偎。青山，信中的表示，虽然做有判官侵扰，但转世平安，
后来敬瑞清兵，我便领将下山，重回龙岩境下，继续我身为将领的使命。在钢厂前一生，我就在电压缩影，呼啊地啊，兄弟冤家，心神同在，提笔慰问，并书近况，冤家如山，宽梦宽心，故地顿心，不知我这何辛苦，也会用的奉献受到阿兄年纪也接近80，祈求佛菩萨护佑，长留宿天地诸神，宽阔心定，教化万民。多天不心有幸，打开我迷不高兴，回去呀，你为我迷散回向法力，无形在罗山，嘛不用的思你呀。这几年来，我已求无如是国事，但经论法的思想，已经请你为文大生中亲义18号，一路是道，而且在一经方面冒真大进展啊，当路者行随理想，魂都强，尽万劫。
启禀师父，这是天地高僧佛陀跋陀罗大师所刻上的修行方便禅经两卷，已经翻译到尽完成，恭请师父颁布。现在如此一来，庐山总算完成文殊所挂失的遗愿了。上戒律、禅法拢保足啊！阿弥陀佛！哎呀，难当人事是愈来愈老热咯。当然嘛，老热。啊，就是丹阳啊，精特这款的高度，咱先莫讲。啊，搁有得道生这么优秀的精人，嘛定定上山向大师请款。而且有真多贤士前来义举大师，亲像刘为民、周淑芝、雷处中、辟应之等等，甚至连大文豪谢灵运也前来亲近的。那安尼是啊，北方的晋国，南方的晋国。皇帝不分恶寒啊，拢纷纷前来礼敬大师啊。啊，至于哦，迄宽神啊是将军，你都免阁讲啊嘛。嘿，我当然是愈来愈鼎盛啊呢。上特别的啊是大师一丘魔都是各师之间的交流嘛。大师听闻各师近来有当去西域故乡的拍算，所以除了赶紧慰留以外，更把握时间。先教伊真济大乘佛法的心机啊！哦，啊，这两位大师吼，拢无门派之见呢，啊，所以啊，中观思想才会当传来南方，啊，佛者的思想才有机会伫北方得到重视。这款和谐和敬的交流，就是佛法会当兴盛的关键。阿弥陀佛，希望两位大师拢会当长命百岁。阿弥陀佛。日头就要落山啦！来来来，来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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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你这么重视这座佛影照窟的建设，甚至阁请谢灵运居士写一首《佛影铭》，用作纪念呢？禀报师父，长安上帝假设临时龙团来不好的消息。